你可知道，耶稣的计划比埃及这些建筑都要伟大。他的计划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完成的。人有能力打造金字塔，但是耶稣却是找了一群人来做上帝才办得到的事情，好彰显上帝的大能大力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一位君王要求平凡百姓做这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也没有一位君王使用平凡百姓成就这么多的奇事。耶稣刻意拣选了一批村里的渔夫，这些人除了打鱼什么都不懂，但是耶稣打发他们出去改变世界。他们进入城市，接触的是最有学问、头脑最好、最有权势的人，面对的是既不友善又困难重重的环境。但是耶稣装备他们，给他们两股可以改变生命的力量作为强有力的后盾，一个是福音，一个是圣灵，也就是真理与能力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事，就看不到上帝施行奇事。如果凭着信心依靠上帝就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等着瞧吧，连大山都会挪移。说到底，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小时候住在德国北部靠近易北河河口的地方，河口附近潮起潮落，每次退潮的时候，一群小男生都会跑去玩泥巴。我们玩耍的地方啊，旁边就停靠许多载着建筑材料的大型货船。我不知道这些货船有多重，可能几十吨或是几百吨吧，有的吨位大，有的吨位小。有一次大家又在货船边玩耍，我心里就想，再大的力量恐怕都推不动这些货船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河水开始涨潮了，船身开始动摇，最后整个漂浮起来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这个12岁的少年站在码头边，竟然可以用一只脚推动笨重的货船。我从这幅景象学到一个生命的课题，那就是只要我们听神的话，顺从神的浪潮行事，原本无法移动的将要挪移，无药可救的要得医治，一切不可能都要变为可能。自从耶稣差圣灵来到世间以后，人从前所做不到的事，如今靠着圣灵，所有不可能的事，如今都变为可能。我们大可依靠神做平凡的事，但是上帝所要选召的，乃是愿意依靠全能真神成就非凡大事的人。当年主呼召我，要我把福音传遍整个非洲的时候，我还只是莱索托深山里一个年轻的宣教士。这个使命听起来比登天还难，甚至有点荒唐。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只要跟随耶稣这个一，我这个零就有用处。只要有耶稣，平凡的基督徒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事。